有一种尴尬瞬间叫做明星走 GQ 红毯。近日，一年一度的 GQ 年度人物盛典在三亚的海边如期举办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届 GQ 的红毯照后，纷纷留言自己笑不活了。活动当日，女艺人杨天真顶着一个硕大的蝴蝶结率先出场了。由于蝴蝶结比她的头大了整整五倍，所以当海风吹来时，杨天真独自凌乱，一脸生无可恋。即使有多年的救场经验，依然 hold 不住这样的突发场面。紧接着，男演员彭昱畅被安排牵着一个大椰子上场，本打算用滑轮溜着椰子，没想到滑轮直接翻车，害得彭彭当场忍不住边走边笑了起来。如果说前面的搞笑是因为他们颜值不够高，那么李现的尴尬也是因为他不够帅气吗？昔日的帅气王子李现登场后，网友们惊讶地发现，活动方竟然为他安排了一双金色翅膀。在海风的努力下，李现耍帅不成，反被风吹得狼狈不堪。同样被毁形象的男艺人还有歌手李泉。李泉出场时竟然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上了红毯，即使戴着墨镜，李泉的尴尬依然隔着屏幕就能感觉到。由于这样的动作实在太奇葩，李泉走到舞台中央时十分拧巴地抓了抓裤